我好像得到大奖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中奖了。真的假的？我去打给家训班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2021年便利商店福袋大 PK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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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可妹。耶、yeah, ，那我们。买到了两大龙头的便利商店限量福袋，有 Seven Eleven 的跟全家的，那我们来看看谁的比较好。而且没现在很畏惧，因为 Seven 你可以放另外一个 ，Seven 是可爱的 Hello Kitty， 耶、yeah! ！那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它的优缺点。在讲这个之前，我们要先感谢一个人，就是英勇的优格比尔，因为 Seven Eleven 的限量福袋真的超限量，超限量，三款加起来只有25万个，超难抢哦，全家有80万个，嗯 ，Seven 全部25万。昨天在1月3号的凌晨12点，他就开始在部分店家会有贩卖，然后优格比尔差不多11点半就开始就是准备蓄势待发，他感冒还没好哦。对他其实他在欧多拜，总共骑了2个小时，而且还买到爆气。他跟着物流车，他就看着 Seven 的物流车，他是跟着物流车去买，然后就是他追查的方法好原始，很帅哦。而且他有一次还追错车，那个是真的送物资，他就福袋是另外一台，他就赶紧去跟另外一台。有一些过去是他们店家真的没有被配送到，那有一些配送哦，东西刚过来他就跟你说他不卖啊、哦，我们没有卖哦，我们明天3点才卖。有本店就打开说，可是他跟你说12点卖呀、啊，啊、哦、没有哦，要等我们店长。好，可能真的有一些是要等店长，有一些就很明显。店员开始影帝级表演，这我们就不知道了，除非你跟那些，当然我懂。去看 PTT 上一堆吵架的。对，当然我也懂，就是可能有一些店员跟一些人感情比较好，会想留。对，当然我们现在虾皮也一大堆已经在卖的，那我们就不好说。总而言之，他非常有精神，跑了2个小时，终于抢到199的一包。跟299的一包，399完全抢不到，很辛苦啊！而且他每一个店家都只有各6个，然后再加上一些可能不想要卖出去的，真的很难抢。那相对全家就超好啊，80万你到处都有买，你只要有卖的店家就是满满的。我们今天就是很悠闲的走进去，然后任君挑选，任君挑选了2包。那它的价格这个也是199，就跟去年一样。现在 Seven 比较贵，可是我觉得 Seven 贵的算有道理，因为它跟 Seven， 因为它跟米奇还有 Hello Kitty 合作，我觉得跟米奇合作真的蛮棒的。嗯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米奇是老鼠，我还在那里想迪士尼鼠年会出哪一个吉祥物。他跟那个不是小朋友讨论说迪士尼鼠年要出哪个？奇奇弟弟米老鼠啊，什么米老鼠？哎，敢我？我觉得这299很像 Nike 啦，可是399的袋子我很喜欢，真的、哦。嗯，那我们先来开，好，先开全家好了，因为 Seven 的其实有一些厉害的 YouTuber 已经开了，那我们先开全家。我觉得全家有一个好处，除了好买之外，有一个重点，它可以即开，然后就看得到有什么大奖。对，它的最大奖是 Lexus 的休旅车，那刚好我这个人都喜欢开车。我最近有在想要学车吗？不，是真的。如果我中大奖，我就马上学开车。那 Seven 的话就要等，那等待的感觉就会忘记哦。嗯，然后先开一方感觉对，正中间这样子。好，鼠年新大运金鼠包，就是新年一开始叫你吃泡面。哇，不错哦，一个小馒头可以。我喜欢小馒头，寒色就会融化。再给一个宫崎香煎嫩鸡的乐事，你猜它里面有几片？我猜是4片。我不错啊，它 Poki 给的是 Poki， 不是那个陈思一族的。之前是谁给陈思怡煮那种？然后鹅爱煎，我喜欢鹅爱煎。飞对快乐水很快乐哦，可乐，而且是可乐哦 ，Coca Cola 的 Cola 哦。然后一个黑橘，一个泰国牛奶片，嗯，草莓口味的黑橘。这牛奶片我第一次看到，可是说真的，这一些啊，我都是自己会花钱买的，就只有这个可能比较不熟悉，所以我觉得算是还不错哦。我的休旅车来了，等一下啦。等一下，从这边开始介绍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这一次的大奖，就是这雷神式休旅车，可以载很多小猪。你又想偷？没有，你先不要开啦，要先那个画圈，把你想要的大奖圈起来。不要，你会比较容易。车车要等嘛，我们就先打勾。第二个二奖是10万块的信用卡刷卡金，这个我喜欢。接下来3奖是 Sharp 的，我没有台新银行的卡，没关系，我有。然后还有那个液晶显示器，这个我不错，我不管，我妈先圈起来。我觉得有个很酷的是，它7奖是蜗苣的健身俱乐部的会员，你开了，你今年就会完蛋，半夜都要被我清3家。8奖是 iPhone 11，你那么不信，你确定你要开吗？你那么，我只要10万块的信用卡刷卡金就好了，不贪婪。你这样圈圈，它就不会理你。会，一定会。
恭喜中奖！的上面是明蟹灰谷，你很衰耶，你这小衰鬼。它下面有 KK Bus Premier 的实施日体验，可是没已经买 YouTube 的了。哦，很衰耶。可是这些我还蛮爱吃的，嘿嘿嘿嘿。它还有 Switch 耶。但是我真的不懂为什么这个明蟹灰谷下面是恭喜中奖。哎，我觉得不错，我们现在第二包拿到的东西也不一样哦。第一个是超大葡萄干，还有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一闪，而且它上面都是又有 TV 的哥哥姐姐，以前我也要加的是榴莲姐姐，然后有这个3:10，3:1，这不是说韩国人很喜欢吗？对啊，那买给韩国人大赚一笔。横纲棒的海苔园，御茶园的无糖绿茶，哦，我觉得它饮料给的都还蛮不会踩雷的。对，是你可能真的会去买的。然后这个自然的盐味，那个很好吃，这好吃。Snickers 那包我不喜欢的只有3:1。你刚有一个赠品兑换券吗？没有，你没有。那我抽到一个赠品兑换券。哦，是什么？难道是10万块的？我好像得到大奖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真的假的？我先用这张确认，因为那个我已经看到，可是我去打给家训班喽。不是，汽车没那么快啦，汽车要一会儿啦。各位观众，为什么这里写明蟹灰谷？这边还是写明蟹灰谷啊？有人。然后下面是 KK Bus Premier 跟那个 UNT 一样，我们没有金锁。可是我刚为什么会说我得到大奖呢？就是这一张。郭俊一个月免费会员会集。哇，没有，他大奖是一年。你那是有一个月，可是也是中奖啊！我只是没得到7奖的一年，我得到7奖的1/12一个月，好猛啊！我觉得这真的算是不错的奖品，就是你是真的有得到东西。虽然我懂啦，他中间那一栏没有恭喜我中奖，是因为他的7奖是一年，可是我只有一个月。他说你没有会员才能用。我查一下。哦，现在月缴会费是988到1088，就是差不多1000块左右。这是世道上运动要那么贵啊？所以我们算是赚了1000块。那如果有窝菌的人，也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一个月免费贵宾会籍，这个到底好不好？而且它只有一米，一收说你跟我的话，还要再一个人还要再花钱。耶、yeah, ！You are lucky。相信那个 Lexus， 等他公布的时候就是我了。如果你们看到我的动态说我去学开车，就是代表我中奖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7-Eleven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199的这个 Hello Kitty 的福袋。那它有3款，我觉得 Yoga 比较强调的这一款真的超可爱，因为很粉嫩的颜色。那另外一个有一个红色，也有另外一个也是粉红色，但是它都是随机出货的啦。这种福袋啊，我们每次开完就吃完以后就没了。可是它这个，你未来还可以继续使用，就是当购物袋。然后它是一个布织布的，好，然后它里面是一个黑黑的一大包。来看看这有什么，好香哦，一股芳香，是波得多喜马拉雅盐，玫瑰盐，很棒哎，玫瑰盐，玫瑰盐的。然后真有味，真有味，真有。Oreo， 还有这个薄荷糖，薄荷糖好吃哦。CCM 我没在喝。还有超强气泡水，难怪它那么重，它都给2罐饮料。它会送一个这个小袋子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要真心的夸奖它，很漂亮。而且它过年都知道我们。虽然是 Hello Kitty 的，但是很漂亮。我觉得都喜欢 Hello Kitty 的人会哇，金光闪闪。这个就交给你，你要记得包给我、哦。然后另外一个这个的话是 Hello Kitty 的金属年系列小提包，它有3个款，我们拿到的是红色款。哦，我觉得它的东西很蛮好的耶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小提袋有多小，也太小了吧，真的就那么小？好，它是认真。这可以装那个啦，这种瓶装的，就是已经有盖子的饮料嘛。然后它都会送个星辰 online 的那个卡跟，它很像 Klook 的 DM， 跟 Klook。然后这2张是一定都会有的。它可能是那个啦，优惠券啦。好，它还用一个塑胶套，真的超像 Klook 的 DM。我们看一下啊、哦，它这边。哦，我好想要哦！他们的大奖是必达、华南银行的刷卡机以及笔电电池。刷卡机，然后谁要刷卡机放家里？刷卡机。好，然后这个都是要等到2月10号的样子才能去看他开的序号，所以自己要留好这张序号单。然后这边就是有各种买一送一，我觉得这张不错哎。那我们现在来开一下更贵的299的福袋，因为它是米老鼠嘛，然后它就是做那个武功秘籍。有没有？那我觉得它299有一个好的地方是，它是这种帆布的后背包，使用度也算是蛮高的。然后这样背起来，后面长这样，
如何？就那样。谢谢。这比较中心一点。因为我听我朋友说，那种这种漱口包啊，嗯，装中一点肩膀就很痛。哦，因为它是用绳子，但是它的这个布料其实很好，你摸，它布是很厚的布哦，这一点我蛮推的。哎咻。然后里面那么重，一定是两罐饮料。刚刚你们看一下，蛮大的，我觉得它的外袋都可以留着。但是我更喜欢399的袋子，可是没有尝到。299是这个小袋袋，我已经可以想象它应该跟 Hello Kitty 一样很小。对啊，哎，可是还蛮可爱的，你们看。恭喜发财！超级中华元素的米奇。嗯，然后它的399是雨伞，小雨伞，很漂亮，而且是那个很多米奇的那一个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缺雨伞，就可以去抢抢看399的哦。卡拉木酒，卡拉木酒，辣的玉米浓汤哎，我喜欢玉米浓汤，玉米浓汤，生有牛奶糖果糖跟两罐饮料，然后这两罐一个是加分水。这是维他命 C 百香果风味的气泡水，运动饮料。对，但是目前我觉得全家的饮料比较符合我的。哦，重点来了，米奇红包袋，那这都是一个，对不对？里面都是内容量一个。那我觉得它比较可爱的是这个笔记本，很可爱哦。我要包给你吗？嗯，我不想要。你呀，哎，但是说真的，我觉得 Hello Kitty 这个真的很可爱，因为它是做了撞色，有没有？金粉红，金粉红。七七乳加，然后跟一个手游的卡片不重要。哎，还有海酒跟海酒，草莓葡萄的海酒。我更喜欢199给的饼干哎。对，199让我有惊喜。199就是给这种就是小糖果啦，它太多小零食，你就而且我觉得买福袋更多是大人。大人应该很少在吃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因为他299跟399的那个米奇，你知道邪恶米奇很贵吗？刚刚联名很贵，所以可能里面的商品价格就会变低了。但是他给你一个本子啊，我觉得这本子还有小袋子，小袋子我们一样也打开一下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实体，真的很小。哎，那这样子我真的觉得可以做成饮料杯，因为。我们很喜欢手摇杯，就台湾人都很喜欢手摇杯，那用手摇杯袋可能会更实用。做成饮料杯，对，因为这个很难放手摇杯，就是可能会有点挡。但是我觉得挂在机车前面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在红色米奇的后面是这样子，就是有点啊，多谢指教的那种感觉，还不错。然后折价券一样，199跟299不一样耶，不一样呢，它测试不一样哦。那我想要你上的这一台。你上，它两个都是你上，一个是 T 的，然后一个是 S Trail， 就是大修旅车，299跟399抽到的车会更豪华一点，可是 T 的可以一直看着它大喊 T 的。然后199就是抽 T 的，其他的话就是要等到它公布序号了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全部开完的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觉得全家，我第一次中奖，我其实蛮开心的。那个一个月，希望我们会去运动。我觉得全家的还不错啊。嗯，就是比那个，因为如果你是没要抢的话，那我觉得很难抢，很累。除非你很喜欢这次米奇跟那个 Kitty 他的其他小东西，是你觉得非要不可。不然的话，我觉得可是那个哦，对啊，除非那个米奇的雨伞图案是你超级想要的。嗯，可是我觉得以食物类的话，我会更喜欢全家的。我觉得他开出来的食物都是我喜欢吃的。那我们会抽出这两组，真的很难抢。又被别花两个小时抢到的两组，一个是 Kitty， 一个是米奇。那只要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，然后下面留言告诉我你要 Kitty 的还是米奇，然后其他的那个抽奖资讯我都会放在完整资讯，然后加上你一定会用到 email， 你要米奇或 Kitty， 你一定会用到 email， 跟任何想说的话把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，这就可以抽奖喽。虽然喜欢这部片，喜欢请加一下我喜欢，大家也要记得订阅科学进 YouTube 频道，旁边上那也记得打开小铃铛，才会。你还没猪年 ，Facebook 搜寻可爱姐姐，给我一个赞，一个 follow， 我们下次见到，拜拜。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哟。你看乌力很潮，它是今年最流行的斜背，帅。哎，对，这是你妈背的。这个包包是从另外一只猪身上抢。在那边啊。而且他今天还把这只猪压在窗户上。哪有？没有，耶，新年快乐。把它压在窗户。没有。乱说，他乱说。